离开了城市与梦想，在这里当 Beach Boy 也有3年的时间了。一大早跑跑步，中午工作，傍晚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每一天的生活大概就是这样子。也许平淡就是我所追求的人生吧。有什么美啊，怎么会遇到这么无理取闹的女生。他说的话怎么听起来会让我顿时没勇气面看他，面对他说的话怎么听起来顿时觉得自己像一个失败者一样抬不起头来，是我想太多吗？
也许是吧。